tulee kenkään.对那一集的这个过程呢，也是在远端的大家都感受非常的深刻。Oh yeah. 对对对，就是，而且就是 recording 键都会是第三方按下，不会。喂喂喂 ，Hello。哎，小姐，哎，你好，而家家私啊。嗯，系。哎，我哋而家过紧嚟，有冇喺度咧？有有有。Everybody， 虽然现在已经不早了，今天早上我师傅来帮我装了一个我就是想装很久的东西，那就是这个，这样 wall shelf。那因为我家的空间没有到非常大，所以我这一次包含我床新买的也是有增加了置物空间跟油压的收纳空间。然后我就想说，我真的很想要就是装 wall shelf， 一方面是装饰啦，一方面可以多一点置物的空间这样。我就上 IKEA 订了两个，一个放在客厅，然后两个放在房间里面。那今天刚刚装潢好，虽然说我的邻居应该不会看这支影片，但是我就是真的打从心底的觉得很抱歉。然后因为我没有钻过墙，所以我不知道它的声音有多大。然后刚刚师傅来开始钻的时候，我想说，我的天哪，我应该要就是提早先跟旁边的住户知会一下。这点大家，如果你要钻墙的话，一定要先跟旁边的邻居说一下，我真的觉得心里非常非常不好意思。我想说，我等下是不是要去两边打个招呼先啊？这个就是在客厅的 wall shelf， 我就先摆了一些酒啊、蜡烛啊、醒酒壶等等。然后这个呢是伊言画的画，然后我从美国把它带回来，先把它装饰在这里。再来，我们进到房间。房间两个架子我选的比较短一点，它的这样子是100公分，然后深度是20公分。我本来的用意其实是在上面摆包包，就是做一个 demonstration 的感觉，但是后来发现就是包包挤在上面没有很好看，所以我就斟酌的摆了几个，然后剩下来就装饰的成分居多。其实我本来是想把架子架在这个床角的地方，但是因为师傅说这个墙啊太薄了，所以很容易会掉下来，所以就建议还是架在比较厚的这个主墙上面。我本来是想要做上下的设计，然后师傅说，其实你这样子有点交叉的感觉也蛮好看的。师傅您真棒。然后因为已经快要 Chinese New Year 了嘛，然后最近收到非常非常多的包裹，我楼下的管理阿姨还跟我说，你怎么天天都在网购？你这样买东西不会买太多吗？然后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每次都要麻烦他们帮我收货。哇，可以摇很重叠。哦 ，OK， 好，拜拜。Oops， 因为我过几天我朋友要来我家，所以我今天要全部把它拆箱，然后整理好。这个是 Dr. Wu 的超逆龄多肽修复精华。Canvas 寄了一个 overnight mask 跟一个 roller。好，要来 Shiseido。Oh my god， I love Shiseido。哇哇，好靓靓的丁，这罐 Ultimate 也太美了吧！下一位 ，Godiva。其实我从来没搞懂是 Godiva 还是 Godiva。 情人节巧克力，可惜我身边现在没有情人啊，好伤心啊！这个哦哦 ，OK， 这个是桂花乌龙迷你年糕，这个是我自己买的，然后我打算之后在一个影片里面做 giveaway， 不知道那支影片会先出还是这支影片会先出，但是。This is for you。这个我已经知道是谁送的了。犀牛顿的手机壳，这是他们跟 Tom and Jerry 合作出的联名，还有一个 iPod 盒。哎呦啊！
当这个是什么来的？这个是一个新的汽水品牌，叫做 OHA， 我不知道有没有念对 OOHA， 他们的代言人是 Anson Low， 白桃乌龙茶味汽水。噔噔噔噔 ！Oh my god！ 这个海报会不会有点太惊人了？他们有出周边呢 ，T 恤，你管咩啊？买袋呀！如果系袋，我好开心咯，好中意 shopping bag。哦，一宿。这个也是我忍了好几天，然后想说跟你们一起开箱的。这个 Neo Flame 的 Fika 系列，大家应该有听过吧？这次搬家的时候发现很多厨具，因为可能太潮湿，然后就发霉了。一个比较深，一个比较浅的锅子，还有一个汤锅。然后，哇，我现在太兴奋了。好，下一个是一个，这个是一个蛮多功能的锅子，你可以一次锅在上面煮不同的东西吃。Popcare 补货来了。上次有跟到团购的朋友，请问你们有没有认真吃呢？有吧，有吧，看着我的眼睛，有吧。然后来，因为陆陆续续还有人在问，所以我应该会再开第二次团，那就应该是 Chinese New Year 之后。开箱完毕，我们来整理吧。我现在准备出门，然后这可能有点 TMI， 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就是我有一阵子是非常喜欢做指甲的，每个月都会去换一次光疗啊，然后有事没事就在划不同的指甲造型什么的，然后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我就忽然觉得这样子干干净净的指甲好像很清爽，然后很舒服，然后我就养成了我没有办法接受指甲太长的习惯，我只要看到指甲稍微长出来，我觉得很受不了，然后一定要就是安排一个时间来剪指甲 ，which is now。其实指甲也算是 outfit 的一种，所以我没有说做指甲不好。我有时候看到别人的指甲很漂亮，我会觉得哦，就是很好看耶，这样子。但我自己就现在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欲望去做指甲，就一方面也省钱嘛，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的指甲其实没有很健康，我就希望让它可以好好的存活着。非常好，非常漂亮。这个是小石膏。好，拜拜。好，拜拜。
都很漂亮。嗨，好的，姐姐。Hello。哦，好可爱！新年快乐，给你看一下我今天的。好，好丰盛哦。好，你说。我有白饭，然后我有一个芥蓝菜吗？炒牛肉、猪肉，然后这个是我自己炖的玉米、白萝卜、排骨汤。新年快乐，拜拜 ，Love you。Just me. I want to hear about, you know, everything. My practice. I will. Soon. Mom, this isn't cool. He deserves to know.What it means to have growing pains. Never
come out the way you went in the same. 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 you're